我姑姑他们家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场地，挺好的。前面有个大池塘，我小弟在那里一起过来吃饭了。他在那里看抖音，应该是刷短视频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停车位，前面没路了，地上的霜白白的。我把小白牵出来遛一下，在这个公路上，这条公路一直停在这里。也不知道，哎，小白，大家早上好呀！我是在路上的513，穷游回家过年，已经回来2天了，今天是第二天，现在是早上7点半钟，我把小白带着这个，修到一半的公路上，带过来溜一下。小白，小白，这里是学校。上面就是小学，我们镇上的小学。小白，别跑，不要跑，你跑我跑不过你啊，你太快了，我跑不过你啊，别跑！天哪，我越说他越跑。这栋楼应该是老师的宿舍，还是下面是饭堂？然后这个前面这里不知道要搞什么，建设什么，挖成一堆一堆的。然后前面到头就是一条很宽敞的大马路，上高速很近。哇，谁在还在这里放个烟花了？在这个十字路口这里，我每次从高速上，前面是高速下来，然后一直往那边弯的。其实这边也可以走，这里有一条路，然后这里有一条路一直开到我家里去。家门口，然后前面也可以。哎，小白别跑，前面有路口，路口我没有从那里进来，那个路口有点窄，就没有从那里进。小白在玩什么？那个是那个烟花的残留物。哎，这个药，火药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不能吃。哎，不能啊，不能。地上的白霜，厚厚的一层。小白，过来，来。前面大概500米右拐就是高速路口了。小白，我们回去了，走，回家。对，前面走，走路，走大路，我要去山里面，老喜欢往山里面跑。山里面你有你的东西你也抓不到的，不能给你去抓，等下性格给你搞野了。哇，他不是去山里，太方便，好吧。今天叫我弟，这个是我小弟啊，去帮我把那个灯安起来。我拿了线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二弟，他也等一下过来，他在拿工具。我家里的水电全部都是他们搞的，所以说我节约了很多钱了。不然的话，哪里搞得起来呀？小弟，他们搞工地的，只知道在工地上干活。哎呀！楼上卫生是没搞的，单过去的，那个单，哎，这里，灯全部在这里，灯全部在这里，所有的灯。这个灯是长方形的。然后我想，长方形的它是这样子竖起来，这样竖，然后这边再搞一个，这样竖起来，这样子竖起来摆。然后那边那个灯，我是那种像那种吊灯吊下来的。你不啦？你黑我？嗯？你把它往以后都。
我这个二弟过来，老二、老三都在了，就是缺弟媳妇。我来逮人了。来，我拿了。我就不会搞了，我做的不是这一行，我只能递个东西。我二弟走了，他把这里搞好了，这个怎么砸啊，什么鬼，我也不太懂，全部接好了。哦，不是走了，他去楼上了，去楼上搞了个电脑，我以为走了，我搞忘记了。把灯给它装起来，边上有这个卡的，买过来的时候他们没装好，我们自己装。这边灯装好了，还没装完，哎呀。吃中饭了，这边装了，这边也装了，前面这里装了一个吊灯，这边也装了，都装了，刚刚也试了，现在又把闸道关了，吃了饭再过来，还继续装楼上，现在下去。朋友们好呀，我那个灯接了一层，还有一层，正好我姑大姑过来了，然后叫我们过来这边吃饭，离这边也不远。然后吃完饭下午可能还要搞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我的小白也弄过来了，我要把小白随身带，让他跟着我跟习惯。这是我大姑的家，这个是我二弟，来姑，来，这是我大姑，这是我大姑啊，然后他的小儿子，我的表哥，他在烧菜啊，他烧菜的技术那比我要好多，好很多。腊鱼腊肉都有。哎，你的狗回来了，那个狗回来了。那么快扔了，要不来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小胖，过来，过来，小胖，过来。他有点叫。这个要生了，这个小胖，这个狗还可以啊，有这么大。小胖子。哎，它有这么大，哇，这个兔子这么大，这个可能要生了。到时候我再挑一只好一点的公的。我来管好你。啊。小胖，过来，小胖，有切过哈，人家把你切下来。这个狗是生的小孩，生的那个狗啊也很大，很高。是的。很好。把它啊，就卸了，
来回去。到时候我也挑一只啊，挑只公的。你要是跟他们搞了个配个跟牛肉，那时候肯定是的。我的这只小白长得非常的乖，它的个子也很高，真的。这只也是一只很漂亮的小狗，以后长大了也不得了啊！我一定要把你好好的培训起来，培训一只非常聪明的田园犬，它就是田园犬应该是。我姑姑他们家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场地，挺好的，前面有个大池塘，我小弟在那里一起过来吃饭了，他在那里看抖音应该是，刷短视频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停车位，前面没路了。他这个房子不大，他一个人住很好的，两个人了。小白在那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在门口看一下，这里还有菜园。其实在农村呢，也不要太农村，就是说离镇子啊，离街啊也稍微有点近，这样子住起来真的很好，还有菜，旁边也有一套新的别墅。这里是一个很大的池塘，哎呀，视野宽阔啊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可以啊。前面是田地，然后田地上面就是那个国道，我就喜欢这样的地方，不喜欢住那种高楼大厦，这样子有地又有门口，多爽，出入方便，自由自在，还有菜园，然后去湖里面钓鱼啊，去抓鱼啊，真的很方便。小白，等一下弄吃的给你啊，我知道你饿了，来给我摸一下，别动，这个毛把眼睛这样遮住了。这个小白跟着我一直都很干净，保持得很干净，那个腿拿出来啊，这个毛摸起来很顺畅，长得很乖。我姑用可乐把生姜搞得里面凹，我们好嘞，搞得浪费了。浪费不了，我们不喝酒，用可乐煮生姜去寒，也可以。来，我这个那表哥烧了一桌菜，这个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就是我们湖里面长的那个菱角炒肉，一桌菜。哎呀，先炒哪边？我炒这里。炒哪里噻？我炒这里。我们开吃了，朋友们。哎呀，我们都不喝酒，就喝可乐煮生姜，这样子最好。来，锅。好。哎呀，这边上料，我的。他们三个，我们四个在你面前都是个小矮。因为你拿下来了，是个客人去的。哎呦，客不客人？家都是一家人。这个灯装好了，现在还在装里面。这个里面也装好了，前面也装好了。那再打开看看，好，全部，可以。然后就是厨房没搞，厨房就晚一点了，就没不想搞了。就是卫生了，卫生间没搞，都搞好了。